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，他说呢，y 等于二乘上五的二 x 次方，再加上两百五十乘上五的负二 x 次方。那么要我们求呢 y 的最小值，而且还有这个时候的 x 值会是多少？我们就来想一件事情，这样的东西我们怎么样去求它的最小值呢？那有最小值的时候，x 值又是多少？ 那我们现在想过几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求最小值、最大值，就是极值的部分。其实我们大概只有几种方法嘛，就是什么一种叫做配方法。OK，如果呢这个是面对什么呢？这个是面对多项式的时候，尤其是二次多项式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的方式就是配方法。再来，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呢？ 其实我们剩下的一些方法、啊，大概就是所谓的不等式了。那目前我们所学过的不等式呢，只有什么？只有呃两个，一个是算几不等式，一个是三角不等式。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三角不等式呢比较跟绝对值有关系，而这个算几不等式呢，则是跟加减啊、呃，就是加还有乘呢比较有这个关系。 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你觉得哪个看起来比较像呢？应该是可以试试看这个算几不等式嘛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如果两个正数相加，a 加 b 一定会大于等于二它们的一半嘛、啊？二分之 a 加 b 一定会大于等于根号 ab，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什么算几不等式？算数平均数会。 大于等于几何平均数，那什么时候等号会成立呢？等号成立是什么时候？是这个应该是说等号成立要的条件呢？是什么呢？就是 a 等于 b 的时候，等号成立就是 a 等于 b 的时候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想一件事情了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算几不等式有机会？原因是因为呢，这两个东西就可以想象成是一个。 a 加 b 嘛，而且如果把它们相乘的时候呢，五的二 x 次方就是二十五的 x 次方，然后呢，五的负二 x 次方就是二十五 x 次方分之一，两个相乘会抵消掉、欸，诶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写，y 等于两倍的五的二 x 次方，再加上两百五十乘上五的负二 x 次方。 会大于等于什么呢？因为 a 加 b 的话，你是把二乘上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里要写个二，然后根号的二乘上五倍的二 x 次方，再加上呃乘上，好，这个是记得这里是乘两百五十，250再乘以五的负二 x，OK。X, okay? 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？ 就要来算一算這，这边是等于多少喽？这边呢就会等于这个呃二，2, 然后呢乘上两百五，所以是五百。OK，这边乘起来是五百。然后呢，五的二 x 次方乘以呢这个五的负二 x 次方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不知道啊？不是啦，不是不知道，就是等于一，对不对？因为是等于变成五的零次方嘛。 这里乘以这里就是五的零次方，所以就变成二根号五百，二根号五百，然后我们可以把一百提出来，所以就变成二十根号五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五百里面的一百直接提出来，就变成二十根号五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大于等于二十根号五，就代表呢最小值 y 的最小值为。 二十根号五，20, 5. 那这个时候呢？此时怎么样？a、b 要相等嘛，就是前面的这一项跟后面这一项要相等，所以此时二乘上五的二 x 次方要等于两百五十乘以五的负二 x 次方，所以我们整理一下，OK，我们把呢这个除过去。 我们就会得到，我们就会得到五的什么四 x 次方？你把负二 x 除过来，把二呢除过来，就会等于呢一二五一二五。好，那我们又知道呢一二五是五的三次方，这个大家没有问题吧？两边同乘于五的二 x 次方，好，两边同乘于五的二 x 次方，就可以呢把这边消掉了，对不对？ OK，所以这边就是变成五的什么二 x 加二 x 次方就变成五的 x 四 x 次方，然后呢，这边同除以二就变成一二五等于五的三次方，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什么？我们就得到很清楚的就是四 x 等于三 x 就等于四分之三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最小值就是写在这里好了，答案我们最后写在这里。 最小值 y 的 minimum 等于二十根号五，此时 x 等于四分之三。那我们所利用的呢，就是算几不等式。那在这个指数里面呢，嘿，会满场有机会用算几不等式去求极值的。为什么？还是回到一样，当两项原本相加。 变成相乘的时候，很有可能这个指数呢就被消掉了。OK。